大家平安。礼拜是主持礼拜，圣经放伫个电视顶面。我是主，今仔日来讲一件代志。上帝为较悬过科技，阿妹吗？感谢主，你话你确实无？上帝为较悬过科技啊！上帝为是较悬过科技。咱要等来到伫上帝位内底，再当知影讲到底上帝位伫这个世代是赢过数，赢过数。咱今仔日来到这个遮水的黄金区，咱这个所在举行礼拜，啊，咱礼拜完了，咱有时间去行伊，啊，有真侪所在，我顺便带你，咱用真侪真敏感的心，伫迄个所在做观赏，去观察，去感受，去体验。安尼再来到咱幺外礼拜出来迄个路径，伊是干出来佚佗，然后礼拜要提醒咱，咱出来即段路径是啥？一八四五年，迄个时阵阿毋真开发的时阵，美国政府甲当时遐印第安人，就是当时美国遐一寡原住民印第安人，有一族叫做杜阿米萨，杜阿米萨是一族，因有一个一片足大片的土地，美国的白人政府。我嘛要把这个杜阿米萨这个族，以西北边的所在，甲伊买一大片的土地。然后，美国政府派人，甲这杜阿米萨这族的族长，伊伫迄个所在有一个协调，讲如果呐西北边的这个土地当被白人政府的时阵，美国政府要伫遐设立一个保留区，保留区。啊，这个保留区就是永远会当予遮的因遮的原住民印第安人。拢会当伫遐自由出入，自由伫遐行去，啊，拢袂得到干扰。啊，然后会当伫遐真好势，但是条件就是爱被西北米遮个原住民因个土地。即个组长，甲即个美国政府个代表，伫迄个所在坐落来讲个时阵，即个组长甲美国政府个代表伫遐来讲，伊讲恁白人。你讲买土地，到底有什么用？什么用意？我未当了解，我未当了解。我的作钱啊，我这一天的这拄阿米三去做的作钱，是哪来问一个话，问一句话？讲什么人会当买？什么人会当卖？这个土地顶面的空气？什么人会当买？什么人会当卖？这个土地温暖，什么人会当卖？什么人会当卖？整个气候，甲咱徛起的所在，迄种的香味，我袂得理解，是安怎恁要出钱来给阮买遮？每一丛伫个日光日头下面的遮个树啊，每一片沙土，每一片雾，每一只蜂伫空中咧飞，每一只鸟，对阮来讲，伫阮的思想中拢是新鲜。哪会当来卖？哪会当来卖？阮的族人。一定会甲我问这个问题，伊嘛会甲你问这个问题。美国的白人经过150年以后，经过一个反省，才发现着讲，原来这印第安的这个原住民真正了解整个有宇宙中间真侪真理，真侪真理伫迄个内面。但是因为咱真侪机会，咱做爱树仔塔那个。咱有真侪机会，咱来跑步、慢步运动，咱要伫倒位，咱要伫迄个有树仔的所在，有迄个所在空气较好。是安怎咱要伫迄个有树仔的所在伫遐呐跑运动？是安怎咱要伫树仔脚伫遐呐凉？都是你伫迄个呐凉甲慢跑的过程中间，你敢有发现到，即中间有啥物真特别？伫前面来看，树仔脚有树仔的松拿，已经是足平常、平常啊，
足平凡啊，无啥物特别啊。咱咧讲，伫自然界中间，上帝作为已经予咱人类来困扰。是人要伫树啊下，人要伫树篮内底，伊啊走运动，是要利用上帝作为。总是上帝真正作为已经去予困扰去了，困扰。所以咱要倒来到伫上帝话内面，要甲咱讲到底。咱每一摆亲近自然界的时阵，咱要伫遐来学习啥物？这是伫咱的园区内底一丛路边的迄个雪松迄个野树啊，一个树啊，一片树啊，啊，伫我的手中遮，你等下出去你嘛能看得到。你嘛当凊彩伫咱去找一个，甲我手中摕一个树条啊，白大块，一模一样，色是同款的这个树条啊。总是，你若摕来甲我比，形状会同款，色泽会同款。总是我甲你保证，这个树叶内底有美肌，内底有美肌，是你无甲我这个手中摕这个叶啊一模一样。三十分钟，一片树叶啊，甲规松啊，内底所有几百万、几千万的叶啊，会当无同款。你甲你的手拿起，比安尼，比第一名呢？你的手甲我手同款，拇指总是咱来瞪伊那个。我甲你讲，无人的手瞪着伊那甲我同款一模一样。你有确信啊无？三十分钟，这种独一无二的代志。无全世界无一个人，伊的手的印是同款。所以今仔日的境界要破案，就是用这個，用每一人手无同款，每一片树叶啊，内底又美滴，内底是完全无同。什么人温存在树存在？阁有啥物人去发现到这個中间的奥妙？因只为上帝的行为，上帝的作为。上帝的创造需要把咱自己的所在灵性去扩大。不如这些，伊的信仰中间，常常通过安尼来提醒咱，讲只管上帝，其实伫咱的旧约中间已经安排有真济记号，真济才会证据咧，咱证明讲上帝存在。伫咱的旧约中间，你若注意用迄种真理感的心去观察，才会整个当面甲咱旧约才会现象。你就会当看到真正上帝伫咱的中间，上帝伫咱的周围。所以保罗，啊，拄仔咱所读的圣经在伫罗马书中间，第九节就在讲，因为对创造世界以来，上帝永远观念甲性质，凡所未看见，伊会对受创造的物，受了就明明看见。哦，因无路通退脱，伫台湾的最后这句话真注意。因无路通提托，在万里伫昼夜中间发出的遐个现象，就是要甲人证明讲，咱有法度提托上帝之前，是咱的昼夜中间。不过先生是一个真敏感的人，通过咱个提醒咱，每一摆咱有机会亲分出个家己咱的昼夜中间，拢有上帝要甲咱讲话。顶礼拜四月二日是全球的一个真要紧的节日，叫做地球日。地球日，地球日，地球日的这个节日，要甲咱讲什么？要甲咱呼吁一项代志，就是人会当对自然界中间看见迄个水、迄、那个奥妙、甲迄个光明，然后人要安怎样去珍惜这个自然界？这个自然界，这个地球吼，已经开始咧变质啊！啊，拢是咱人的，来拢变质，对不对？人为着要生活搁较好势，搁较享受。啊，用真侪物件，用真侪科技的物件，结果呢，你看地球已经开始变了，气候嘛开始变了，臭氧层嘛破一方空一方空的，辐射线愈来愈多，日头愈来愈炎，单只地球尔，不过呢，咱看是讲，这个地球周围的现象在变，地球真正甲咱提醒讲，真正咱需要，我等下到个圣经上帝咧甲咱讲的，有真侪提醒。你无需要走到阿拉斯加坐船去遐看冰，你若无需要坐飞机到美国去大峡谷遐看大峡谷，才会知讲，原来上帝创造伫咱的身躯边。咱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咱台湾这个所在，
保育这样很漂亮，伊是这样，等下咱有一个时间，咱就去行时阵，伊就会当发现着咱遮呐较舒服，美国的风景，较舒服欧洲的风景。因为咱的真命天，你就会当去体验上帝甲咱三家同在。我咱伫这个过程中间培养一个对上帝迄个奇妙甲听，伊把你的中间安排这个听中间培养一个敏感心啊，敏感心。其实，当咱做件，讲一工，咱已经知道，你的上帝安排这一切，咱拢知道，无迄个敏感，咱就失了上帝怎讲？在咱的中间，有真侪体贴的做，失去对上帝的感谢。所以，通过安尼，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除了直接敬拜上帝，伫主人家中间，会当敬拜上帝以外，更要紧就是啥？自然环境，当人的新创造的目的，有就是要直接当敬拜上帝。荣耀上帝，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十一节讲，讲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，看真好。上帝做创造的物件，上帝能讲真好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讲，讲这天讲起上帝应该强强保养伊的手所做，强强保养伊的手所做。强强在倒位？强强就是咱的顶面，迄个关武汉大个所在，迄个顶面。遐个会当振动的，遐个会当出声的，遐个物件，先去讲，先来讲，会当伫遐个讲起着上帝所做的。诗篇的一百零四篇也是在讲，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布，这句话是非常水够甜的。全地拢遍满上帝布，你看这个地有偌济物件，咱的上帝是偌尔有布。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就是一种观察性的生命、敏感性的生命、甲感恩性一个生命。咱透过咱目睭会当观察，然后咱只要一个感恩的心，知影上帝创造遮个，通过咱的周边物件提醒咱，咱来看伊做。啊，有真侪无信耶稣的，伊若看了一丛树啊，足大丛足大丛的，伊紧就摕一红布啊，把伊树啊甲箍起。哇，这张树会当大只大只，这吼叫做树公，咱来甲拜，嘛这个树就变做树公啊。无信上帝人，伊看到上上帝所创造的物件的时阵，伊是干看到迄个创造美。总是基督徒咱大部分关系，咱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物件了，咱来看到迄个创造新创造物件背后迄个造物主。安尼敬拜上帝，这是安尼个意思。那安尼，咱再去拜上帝所创造石头，一个足大个，咱就讲叫做石头公；一只足大个树，咱就讲伊就是树公。看到桂林公，哦，遐水，迄个是桂林公公。遐啥物物件，上帝所安排创造，咱诚济地方，咱拢会当伫遐拜。你怎会？会不会先经过一届提醒咱？我咱先做，咱是一个属于上帝百姓，咱是真福气啊！所以是，伫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第三十一节，保罗先生讲讲，你是现食或者是啉，无论做啥物，拢着荣耀上帝。咱食甲啉甲上帝啥物关系？甲荣耀上帝啥物关系？有哦，咱食甲啉甲荣耀上帝拢有关系。你看今仔日有真侪物件，伊物件是咱食过，伊想啥物件是食过来物件？为着要保存迄个物件。你当较好，来点咱互咱食物件，所以咱就发明真侪化学制品，互你拢会食物件，来食，拢是遐食，咱食了后是遐物件，来他们，他们怎啊用去？怎啊去互消化？这是今仔日咱的科学化学家所去面对的一个问题，因为咱要食，要起码用过，咱发明遮要来点遮食物件，结果。遐物件真侪，即个大地自然界中间的上界大个恶啊！我先生讲的一句话，是古早迄个时代，遐人可能无一定想到咱甲科技有关。总是久了，咱来到第一世纪，咱才发现，包括讲，你现食的，你无论做啥物，拢着应邀上帝来行。即后壁所谈涉的真侪层面，甲人性、甲科技的物件。伊保留迄个时代，好像是已经脱离迄个状态。人个新创造，嘛是自然环境中间的一部分啊。咱个生命中间有真侪万米，
秋花，有真侪只只水物件，不然人嘛是上帝创造美点的，一项受造美。所以，咱需要甲这个政府主任来中间，人靠靠迄个能力，通去管理咱的周围只，所以上帝将这个周围物件来托伫咱的顶身上。所以咱从遐来破坏甲整个这个环境的时阵，咱是看伊讲，甲上帝讲，荣耀上帝这个目标呢，是三分半。我们过这主人家，我们领袖这主人家，这主人家是另外一个，主人家是另外一个。有真人真真人真发过，过过三十单了，那你一单就真好嘞。过过四十单了，你也看咱的一单，又更加好嘞。因咱一单，我把真侪主人家都用了，然后搁改了，来破坏去。一单遐个囡仔，囡仔大起来，伊要向主持人。所以领袖。这个主人家，咱是受创造的，咱白白上帝创造遐物件，肯定伫迄个所在互相连接，伫迄个所在相处，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。以前咱咪讲，伫主人家中间，用歌声，用行动，伫遐来陪咱来做，歌声甲行动来陪咱来做。他说咱若有机会，你一机会的家庭，还是恁的阿婆，还是你一个人，机会到伫迄个公园内底，你也是树林内底，安静静、恬恬伫遐安坐的时阵，我相信你，你的耳啊，会去听到几款的声音，你树枝在摇的声音，树叶啊在摇颤的声音。这个清风对树枝中间安尼贯穿，翻过树条啊，迄种声音你嘛听会到。但安尼，你有可能搁听到一挂糖破，伫遐叫的声音，甚至可能连水的声、水的滴的声、鸟的声，你拢听，你拢听。只要你的心有够安静。你会当听这个主人家出声，是咱上帝了主人家会当出声。即摆人才发现无现代，才发现无其实吼，咱的现代人的心灵就需要这个声音来，因为咱的心灵太多才发的声，机器的声，你气板，你拍的迄种声，迄种频率，会去听不了对咱脑波作大损害。咱需要主人家这个声音。你接受到这阵个声音，你啊，你发现讲，哎，比较无感觉。像是你若下一次你若去唱啊，做安静，你来听，打轻声话听，声话听叫声，你的目睭，你感觉，足感觉足好，足好。其实迄个人，迄个是咱心灵顶面出出来一种声音，上帝透过自然界发声，你当知影，咱知影动物、植物。伊出声的目的是啥物？我是咱先去讲，咱若袂当有出声来侮辱上帝，连石头也要开始出声，到时先去咱来提醒，先别开始出声，拢在出声侮辱上帝。咱会当开始出声，咱若袂当的时阵，若无爱的时阵，所有的旁边拢要敬拜主，拢要侮辱主。所以通过安尼来提醒咱，咱是一个伫整个上帝交代，咱有这个管理责任的一个旁边之人，调职位，咱阁需要更加谦卑的心。伫万面中间发现上帝同在，咱用高高的声、敬拜的声，伫遐来接回上帝。这宇宙中间有真侪声音，你听袂听？我请海底的声音你听无？海底有一挂物件，有一挂新闻出声，咱自己听。如果我听会到啊，十公尺，我请问一百公尺海底的伊啊，下面的声音敢听无？海底有偌深？海底声音听？过来，空中的声音要听，一千公尺距离的声音要听，这是咱的耳朵的有限，真有。总是空中真高的所在，海底真深的所在，咱听得到的声音，无表示遐上帝永远有真侪受造物件，而且出声无一定嘛是。安尼就会当，知影讲咱是外地生。有真侪空间，毋是咱会当去建立，总是听伊完，有迄个听袂到的声音，伊安尼敬拜，通过伊的行动，伊去个所在请得住。所以咱今仔日会当
来到这里啊，李永石雕公园这里所在，是多咱美国这几个行，去贵个第一件，嘛咱全家人做阵出来的时阵，咱抱一个真欢喜、真贵自然界的心境，总是通袂记。自然界中间，你看起万里的时阵，你也看起咱个创作一次，然后你遐有无想的，有无想的？伫迄个过程中间，你才发现着讲，有真真真奇妙的，迄个感动。咱袂当消灭这个感动，你感动哦！你看，我们来这好，我就需要这个武器，这个自然界中间这物件来帮咱来医治咱。今仔日现代医治学的中间，有真多人叫你讲，你行去深山、深山内，迄个当医治你的心。怎么人才发现到这个现象？有真多真多武器的物件是伫医治咱的内心，所以为着安尼，咱需要做一个真一个感谢谦卑的心来帮助咱来做。万米拢会打出声。用有声的声，还是无声的声来敬拜主，这是人类咱会出声来敬拜主，无得主，咱搁看到珍惜咱这只恩赐，然后互相在看见，咱是上帝的百姓，伊所创造的过程中间，咱是伊所欢喜的作用。通过安尼，咱就达到知，咱甲上帝关系，通过咱俄罗斯上帝的时阵，咱甲上帝关系就哪来哪过哪来哪过，然后发现着上帝。所比咱一切，拢是为着咱来好，为着咱会当伫这个地面上来较上面亲近，来做出发点。一枝草，一枝花，一只动物，一只虫虫，你甲你讲啥？我咱今日用咱培养这个灵感的时候，咱是嘛来记得？创造无限微美妙，我的天地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。来到伫这个风景区的平台，我安尼通伫遮来敬拜主，主培养一个，我看起万变，你看清楚，我看起万变，迄个现象，我伫遐伫心底恶露敬拜我的主，因为你是我的掌管者，你为着咱周围安排遮尔济人，完了想袂开的遮物，有滴变我的生活搁较丰富，伫我的眼界，成做一个艺术，成做一个文化，成做一个多元。你心外观所肯定我的内面，主感谢你恩典，这么体贴我人类，我伫这个过程中间看见我，我会当用这安尼来请求主你，主我会当在我这个世代中间，在世纪这个时代，大家人拢真无用，总是伫无用的中间，我就叨叨失落迄个灵感时，我袂去想着你伫倒位，我来想我想着你可能是伫圣殿内底，我袂去想着你嘛伫宇宙伫我的周围中间。透过一花一草一木一风一雨，你同我提醒，你是创造我的主。感谢你，我哋当今仔日所带出来的这个资源当中间，搁一家去经验着，想着你，真系听话。透过安尼，我知我真意识，我伫徛你的过程中间，透过外面，我伫遐咧对你讲，主你是我真正的主。伫我看见江山万里，拢咧对你来敬拜拍拜的时阵，我是你所创造。万事呀，你从第二面前，你快点学习，你把你的了解，你所会做，我注意了，可以。如果我今仔日结拜，我想做一个胖胖的祭司，我想对你满意。今仔我的所有心情，每一个流程细节，行到倒位，看到倒位，欣赏到倒位，感动就到倒位。我注意安尼，感恩三个大家。我一个心内透过我的行李中间，每行一步，我相信天就会稳定，肯定我的心灵稳定。我好不告别告，我往出来想你，将这些真水信仰的东西，你我的心里边，我依然锻炼关一段时间，内心感谢祈祷，各位阿嫂祈祷，谢谢你们，阿弥。这回来方便。